你抄得医生的病历啊？上次抄到错鸠晒啊！咩名啊 ？Matthew， 男定女啊？女啊！有冇病征？征。边位啊？医生咯。你做咩啊？打针咯。唉，呢支咩针嚟噶？肺炎疫苗咯。咩牌子啊？特首都讲咗啦，时间地点自己计啊嘛。唉，特首都打咗啦，你惊乜啊？咁即系科兴啦。未必。你都宣咗誓啦，认命啦。公务员都有选择权噶。有人话。护士是天使的化身，但我觉得用恶魔来形容他会更有层次感啊！他的眼神就好像支针，加咗落我的血管入边，注射咗一种令我兴奋难耐的粒子。呢样嘢到底是咩嚟呢？我知啦，一定是爱情，是爱。系疫苗啊！公务员万岁啊！